是一棵稻村，稻谷凉冰冰，那不能行的话，就进入了汪洋平衡期，那个叫进入那平衡期的效果。但是平衡期要随意一个稍微，它的平衡意思嘛，没有一定在哪块的哪边，那么是难。但是当中有必行一理的那个条件习惯，你爱养，加工，那你爱捡到的，那不是被来抢。咱们讲到中国的，讲到中国的，讲到老人，讲到老人旁的，那么中国人，我在那厨房嘛，只能说他们，那今天没钱，我来找钱的方法，不能你开这个三年，开过这个三年，这个钱没办法，那钱是你要赚的，那生活咋过呢？你今天到了几点？那天我咋过呢？嗯，你要接，你要滚。两毛钱两分啊，超一米，那么你啊，那掉钱啊，唔管你，第一关键就是啊，后生产啊，尽力，啊无，尽管你想尽哦。当归。当归，当归。哦，对啦。当归都是小规矩啊。是是是。再对啦，哦嘞，那当归变成啦，你做什么嘛？哦好。这宝马是古董，现在用这，大连走的这么快耶！哦，我那少是古董。哇，再拆来，再搬过来，回来啦！我的天嘞，大宝山，咦，这开花圃啦，就一片花什么来放的耶？对不啦？这三年间，宝山那个是一直看的，那个一卖，几岁的照片？别，我这是。我离家比你还远不了，你计较多贵？他上来，我问到我的房间，我淘宝有什么房间？来接嘞，他们他给我连接，他给好接，他给我带到先，来接我，他给他带嘞，按起来，有些人实在是为了他吃鸡，到了到那养鸡，哎，我到我正在卡 OK， 你把钱去卡 OK， 老人阿舅。就别对嘛，我跟你讲哦，万一不啦，那我们怎么啦？万一不，啊，你今天开办这里面，可能五千块里面一些所在的问题，啊，你今天两个安呢，就变成对付的，对付干嘛搞？他们东西贵，哦，他们多少钱就多少钱，因为买一套买两个便宜，那不你还会轮到？哦，阿爸不高兴，你搞到，咱们那些人来判亲了哈，哦，让他。